Hello，大家好，我是黄哥。今天的话，我要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要做一个 YouTube 奖牌来庆祝我197订阅。材料已经准备好了，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材料在这里。那现在我要下去拿到一个盒子，然后我们来开始量那个 YouTube 奖牌，它多少长度。好，这个纸皮已经准备好了，拿一下，拿回家后，我现在的话要把它剪好了呀，修好了，它的边，给它一致平准，一些歪歪的凸出来很多毛，现在把它修理掉。现在我要先去喷黄色。一个，我先把这一个把这一面喷好先。现在在画 YouTube 的奖牌，它下面那个圆圈，现在把它割出来。哇，很帅啊！等明天呢？等这个气干，把这个粘下去，这样子，用一层纸把它粘起来，整个粘起来，然后喷黑色。OK， 今天是隔天早上，我们要来继续喷漆。Some glue with you.
I've been doing a lot of shit that ain't never tried yet. Had your ice real frozen, you might get frostbit. Yeah, yeah, I just wanna do the dash. I'ma always put you first, never put you last. Way you shake that ass, make me wanna throw some cash. Girl, you way too bad, throw that nigga in the trash. You know I'm gonna shoot, shoot, shoot. OK， 已经叫好了，这个已经粘上去了。接下来是深喷黑色漆，黑色漆，然后把这个粘上去。这个还没有粘，旁边已经粘完了啊，给你们看。明天喷漆啊，明天喷黑色，这已经很暗了。OK， 我们明天见。是第三天早上，接下来喷黑色，这边里面好像不够滑，有点皱纹，然后这个黄色要喷回去，然后喷它旁边外面喷黑色，你再用这个纸来挡着中间那边。OK， 我们开始。喷好了，哎呀，已经完成了，生血自爆了。这一块有没有白色马克灯，现在只能粘这个塑料掉，然后写字下去。可以，我们现在把字写下去。OK 了，就把三天的时间可以把它做出来了。这我镜头看是这个字反过来的，可能你们自己也是反过来看咯，就是它录出来的时候会不会那个转过来啊。等一下忘记加一个东西，好啦，做出来了。 OK， 跟加一个萝卜上去，然后这个设计就是它里面是黄色，变黄色，然后外面整个黑色，然后不过它是用这边是用纸的关系啊，所以看起来是皱皱样子，因为它纸那个水嘛，然后纸一皱，然后它的味道还没有散，那个味道蛮重的，那个漆味道。OK， 这边是黄哥，有一条鱼，然后恭喜到达197订阅，这个是。那个看起来很像猪啊，其实是摆脱来的，我要画，可能画不太像。然后一加油，一个萝卜 ，OK 啊，就是又甜就好了。噔噔，那等它的味道差不多没有掉呢，我就会把它挂墙壁，粘墙壁。然后粘哪里呢？我就不懂了，可能到时候再找一个适合的位置。你点进来看呢，可能就可以看到这个。我打算把它做成那个封面。这样子，噔噔，你们觉得会美吗？这个，我觉得还可以了哈，还可以看，中等啊，50分啊，50分。阴影片到这边，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